接下来呢叫做《美丽与哀愁》这首歌，我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一个很不爱看书的人，可是我为了创作，我会愿意去看书，就是看书动力是来自于创作。然后呢，我有一次就我有一个老师啊，应该大家都认识他，叫陈生，我塞乌啦。对，我也不叫他老师，都叫塞乌。他有一天跟我说，我的本名叫李国伟，他说他叫我小伟，对吧？小伟，你应该要看一点文学。然后跟我说，有一个文学家的书你一定要看，叫做川端康成。然后他跟我推荐《伊豆舞娘》，然后我就听到之后，第二天就跑去书店找书，结果我买的是《美丽与哀愁》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写了这首歌，给我一些感触。我觉得人生哦，不好的事情就 let it go， 让它走，然后美丽的东西呢，珍惜一下。对，哀愁其实没什么，就这样。但是这首歌有点疗伤了。
最近不是常现在流行那个什么，那是李立功，李立功，冰雪奇缘，对不对？有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学他的，说我这首歌八年前就写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发有点久。好，接下来呢？这首歌呢，其实是在写一个很甜蜜的爱情，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滋味。这首歌叫《夹脚拖鞋》，然后为什么夹脚拖鞋可以把它写得幸福这样？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创作歌手，对，所有的作品都是我自己写的，就是生活上面的经验把它创作出来的。那好，夹脚拖鞋呢，算是我写给过去的某一段感情了，也不是某一段，就是我前女友。然后那时候很甜蜜，然后把我在当下就是很幸福热恋的那个过程当中把它写了下来。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首歌嘛。那因为他一年四季都穿夹脚拖鞋，我跟他交往四年了，他都穿着夹脚拖鞋，就是冬天呢，也就是很冷了，他也是很坚韧不拔的，穿着拖鞋，夹脚拖鞋跟我去逛街啊，然后我们去海边玩也穿拖鞋，去日本也穿拖鞋，到哪里都穿拖鞋，对，所以我就决定呢写这首歌叫做《夹脚拖鞋》，然后这种幸福的滋味啊，当你拥有了这个感觉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主歌怎么唱？尴尬，刚刚讲的这么好，自己都忘了，要好好珍惜。等一下哈，我马上让我看一下小抄。拉扯。又拉长了，调音一下，音响走掉。等一下哈，习惯穿着夹脚拖鞋，喜欢
我要陪你一起走在马路上，走到梦想的地方，温暖的家。虽然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完美，你让我了解了爱情的珍贵。你的味道弥漫了我所有一切，穿着拖鞋简单夹着拖鞋一直走，你给了我从来没有的一种滋味，是我这一生梦寐以求的感觉。请相信我对你这爱情的誓言，等待着脚趾头紧紧夹着拖鞋一直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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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的味道弥漫了我所有一切，穿着拖鞋简单的纯真的感觉，你越走越深走。谢谢。对，这就是一首幸福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然后准备我们下一个表演，所以休息一下。谢谢。好的，各位朋友，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大家先可以请留步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在做一些小小的调查，我们发现我们这边来了很多游客，然后我们的歌手呢其实都跟主流音乐圈的歌手相较一下没有那么有名，很多人听了老半天可能会不大清楚说这歌手到底叫什么名字这样。那于是呢我们就会在中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考试哦。就是说考验说大家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歌。那我现在呢就要在现场挑几个那个觉得你非常不认真听歌的朋友上台，然后要问你几个那个有关这个歌手的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精美小礼物这个游戏就是如此好，那我现在有人自愿吗看来应该是没有那我就自己挑咯，我就看你那个红色衣服的女生就是你，请你上台一下，请你上台。你来这里这个地方然后悄悄闪过她。好，那我要问你咯请问那个今天的表演歌手叫什么名字？你要用麦克风跟大家说没有开着。Jerry那他的中文名字呢？不对，是叫李国伟。答错了他是哪里人？玉里人。你好多帮手你今天带团来那他除了爱唱歌以外，他最另外一个嗜好是什么？哇，你们全部都是他的那个还没，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总要给大家认识一下吧，你都上台了，大家都认识，怎么会有这么刚好的事情？不行，我不认识，我这样没办法持续访问你。英文名字，对，因为杰利也是用英文名字跟你们相见。娜娜，好的，娜娜，好，那这边呢，因为你答错了两题，那我们进行一个那个心理测验吧。
就是你。这里有三个，我也是一点都不跳动。这里有四个动物，你随便抽一张，然后我手上有一个占卜文。好，好，他抽到老虎，又怎么样？老虎，哼，老虎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有那个贵妇命，就是说你的那个脸色贵妇相，不一样好不好？蝴蝶的话就是贱命啊，不是，就是老虎的话就是贵妇命。你不能看我的占卜，好，然后呢，就是觉得你应该有男朋友吧？该不会在现场？没有，是不是？你单身？我也是。好，我妈有在现场吗？没有。好，那我们。那我们中场休息。对对对。好吧，那就这样喽。真的，还是说你男朋友他也不好意思承认说，还是你根本就有或没有？完了，大家 Q 他。这个泼水就看得到了，那个跟大眼仔。好，我们请这个男朋友上台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就你就要上台。就是今天应该这么刚好龙林的人啊，后来那这个你干嘛？你要讲话了？没有，你要听我吗？好，你今天有朋友的旁边啊？对。西风蛋糕，好，没问题。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目的？听歌啊。你直接那个明讲好了，因为明讲。明讲呀。我要干嘛？这些是听歌啦。不过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刚好跟七七读书会一起来啊那这边就是好像又下着雨的日子。啊，没有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就只好来听歌。但是因为听歌呢，又真的很无聊，所以呢，我打算来做一件事情，做一件娱乐节目，好不好？今天如果我们两个来自己合唱一首歌，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不是你，这是我们铁花城中场休息。好，你要干嘛？你直接讲。好，那我就直接，好了，我就直白一点，好了，那你站在人家旁边的那个，好了，我就跟大家直白讲好了，好了，那真的是这个也很幸运啊，我可以认识信宇这一个还不错的女孩子啊，然后你到底会不会啊？我直接跟你们讲，她要求婚，我现在。念一遍，你就跟我念一遍。我有麦克风，你一定要比较大声。好，好，我要念，你要附送哦。先把你的左手摸在你的胸膛，然后右手举高。我林志伟，张宏宇。好险啊！这一生最爱一个人，就是我妈，还有。你要讲，我讲就跟我。还有神经鱼。好。今天演唱会结束。我要买10张杰利的 CD。快点说，不然会取不到。10张杰利的 CD。结婚的时候。婚礼小物就是杰利的戚风蛋糕。OK 没问题。好。婚礼的时候接了一点车啊。好，那最后好啊，那我就留那个，我们留一个30秒真正告白片的时间给你你要好好把握，你不要再像刚刚那样我就要取就你就说来吧。三十秒真的很快。
庆余，来吧，唱给我吧。虽然你有很多的缺点，虽然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两个可以把缺点变成优点，所以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多的优点。请你嫁给我吧。CD 应该都没问题了。好好好，可以吗？然后你班总要给个回应。